老师哦，都给自己压力，看你们还没做，他们就要先去前面的动作要做出来，所以自己累死自己，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老师们有没有压力？这个叫做心理相感色，心理相是很漂亮，所以你家附近的邻居有种乌龙香的，你去跟他问你有没有要修剪，他说修剪下来的就给你，这样知道吗？这个叫不知名的东西，但是属木染色。什么叫做书木？它就是中药材，你到中药材，你跟那个 药材的老板跟他讲我要买书木，它是一包一包的，它的颜色出来你就可以这样做，这样知道吗？它的颜色出来是这个但是你再经过美染它会出来这样所以我今天课程上我早上有讲，它经过美染它会出来不同的颜色这样知道吗？它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你看它就这样子，它都叫粗木，颜色也就差很大，有差好大，对不对？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嘞不能带，不能带回家嘞，带回家了，等一下那个厨房老师他要做东西耶，因为他也有压力的，他要做出东西给你们看嘞，要让你们跟着做哎，所以他都回家自己先做哎。这个是洋葱，这样知道吗？它做出来的是等的洋葱，我都没有讲别的颜色，所以它就是洋葱。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家就努力去吃洋葱吧，洋葱对我们身体是很好的。但是洋葱，我只要它的皮，这样知道吗？我不要里头那个白白的东西，我只要它的皮那个有洋葱没有染。它只有这一小小片幸福，然后后面我还是单一色啊，有没有不漂亮？哎，漂亮哎，单一色也很美，这样知道吗？没有说单一色不好看，不会没有说，所以它又有不同的感受。哪个比较好？见仁见智，这样知道吗？好，这个一样也是蓝色有没有？我中间的部分比较浅。然后四周的部分比较深，我们去做变化我的图案很清楚，这个就是一定要扎很紧，它才会这样子跑出来了。你们现在在开始在做扎的部分了，对不对？一样的，你们在做扎的部分一样也是要很紧。如果你们没有很紧，全部就糊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我很清楚的看出来，我这个是状。没有，我很清楚的看出来，为什么要带这些来给你们看？要让你有概念，一定要有概念。上来，穿到后面，然后再从这边再上来。
这样嘛，你们哥的脚跟我的脚不同，这样知道吗？啊、哦，所以你们出来的就是不同的东西。啊、哦，昨天这两天上课我是有去稍微嚼一下那个肝嘛，为什么我一大动的下面会反起？那你们为什么都不会？你们就是这样。你们就只有这样了，对不对？啊、哦，要说一下力气，它自然就不起来。你看你们刚才脚跟脚跟，我现在脚跟怎么样？啊，松，因为一个人在这边一只脚很棒，真的是手会酸，哦，真的是手会酸啊、哦。所以我们大家分工，真的哈，啊，大家。200%不好脚，你们出来还是会有。还他不好脚的时候出来，他还是会有后果，就点点点，你应该知道了哈，会状况出来啊。好，来我们来加这个，还是加中心的那个树木的平台一早起来，我下午再来那个。Thank you.
哎呀，那个谁，秀丽的也出来了。那这个是谁的？谁的吗？谁的？谁呀？黄色要多一点才行。比较光滑面。